自拍手电筒，你要干嘛？哪里有自拍手电筒？就自人像啊。哪里人啊？然后开始，对啊，然后就开手电筒啊。这闪光灯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你拍一张，他就会帮你用啊，自己拍。哇！结果拍出来是这个，嘴巴张开呀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说啊，好亮！哇，好亮！来来来，我被照到，一起拍，然后我来一起啊，一起被照瞎哦！你拍横的啦，你拍直的干嘛？然后呢？按哪里？刚才你是按哪里？没有啊，就直接拍就有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举高，好，分了一啊！看起来像云霄飞车那种奇怪的照片，这看起来像游乐园那种照片，什么鬼啊？